收听最新报，今日开始，透早这国税局就有真侪人报税，头一天就拄好是五一劳动节休困，真侪人透早就来报税。财政部嘛，鼓励民众会使加用网络甲手机啊报税。今天五月一号的凌晨，我们的系统就上线了。上线以后呢，其实我们刚才从这个系统的统计资料来看，大概已经有完成申报的已经有110,000户左右。所谓资料查到服务，因为我们从4月26号就开始提供服务，到目前就我所知，应该是已经将近有100,000户的民众已经完成所谓资料的查掉。财政部今年撒出这抽奖奖金，鼓励民众会使加用手机啊，网络伫厝内申报。网络申报，各位都会使来参加这抽奖，上大奖是现金20,000元。